约会结束了，这两位女嘉宾是截然不同的两位女嘉宾，不一样的女人看待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，你也要都接受，要去衡量，好吗？接下来两位女嘉宾要同时登场，进入我们爱的考验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，大屏幕上一共有倒数三个数，结束的时候，喜欢她就勇敢地转过身。选择环节，他们能否牵手成功？男嘉宾会作何选择？女嘉宾能否转身？心动倒计时